万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嗡瓦苏多里萨婆诃，当愿众生无病健康，富贵自在，不缺资粮，恒行布施。嗡瓦苏多里萨婆诃。那现在我们念一下准提神咒好不好啊？这边是准提堂啊，哇，前后都有准提菩萨这么庄严。各位在177页，这样好不好？麻烦义工菩萨先把这个镜子发给大家。准提神咒说要有一个镜子，那准提咒的特点在哪里？你这个人吃肉没有守戒，念准提咒依然感应，这是很方便的。而且准提咒是一切咒的母亲，就是说你很多咒不会念，但是你会念准提咒代表一切咒。比如说你辨识咒忘了，但是你就念准提咒，结果那个咒就变成辨识咒的功德啊！你忘了楞严咒，那你就念准提咒，所以叫什么？念一下准提满愿咒、准提发财咒。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出家人受供养，希望所有的福报，这些施主都可以满愿，所以叫准提满愿咒啊！嗡准提主力准提萨婆诃。那各位，这个镜子不要拿来照脸呢，啊，这样由这个镜子就不灵了，啊，这个镜子因为，下回各位应该拿一个红包啊纸袋包起来，那这个镜子要修道，你可以从镜子里面显现佛菩萨，显现什么？你所要知道的事情啊，啊，所以阿底峡尊者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圆光镜啊。这个圆光镜一拿出来，从圆光里面显现各种佛菩萨、愤怒尊、降魔也好、满愿也好，这样了，啊，就是满他的愿了，啊，那当然，各位要把这个镜子当作十方诸佛菩萨都在里面，由空性显现一切，那你就用这个镜子慢慢修，啊，当然各位可以买一个圆满的，请一个圆满的准提镜，啊，一边是准提咒，一边是一个镜子，然后就只要带着这个。经常念这个准提咒的这个镜子，你等于带着所有的道场佛像在身上，然后走到哪里把镜子拿出来，就这样修了，这样而已。那把这个镜子可以供高一点，然后对着镜子念经啊，啊，十方诸佛从镜子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满大家的愿。那这一次也有一本准提法门手册。啊，这两天啊，如果有时间，或是我们湛庸法师他们来，带着各位念一遍准提经跟咒，还有这里面有写了准提咒的各项各项各项的功德。比如说你要发财，最近很需要钱，那你就拿米加一点奶油，
然后呢把它放在火里面烧，这个叫准提附魔。那大家念准提咒就满愿啊，这里面有写各战各项，用草，用的稻草，然后呢加上奶油去布施啊，或是拿杨柳枝啊念准提咒啊，可以消除各种的病苦，这里面都有写啊。那白话，它是非常白话，只要我们有信心去实践就可以了。那各位拿到准提镜了没有啊？那准提菩萨有18只手，这里面也会讲解每一只手印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功德。意思是说，你念准提咒就圆满了这18项的功德利益啊。虽然我们不是准提菩萨，但是我们有信心，那透过你就把准提菩萨的功德展现给对方了啊。所以念准提咒，特别女孩子哦，你希望撸老撸少年啊，那你要念准提菩萨的咒语。准提菩萨，你念到一个阶段，你做梦梦到喝到白色的牛奶像甘露啊，你吉祥龙北捞啊，那就变成像欢喜母菩萨的16岁的婴儿的皮肤一样的意思了。那所以就是准提菩萨，然后你累世无量世的业，你只要念满90万遍嗡哲里主里主尼娑婆诃，就像了凡四训一样啊，所有命运了凡袁了凡先生命运操控在他手上了。所以一方面念准提咒，一方面呢多修善业功德，那就一切满众生愿。所以每一位菩萨到了都会修准提法，为什么？满众生愿，不是为自己啦。那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那准提菩萨的仪轨，那又这么简单，前面这四句话，起手皈依苏悉地啊，来皈依圆满成就的准提菩萨，头面顶礼7句之，然后呢，准提咒是7000万尊佛共同加持的，所以你一念准提咒，那一顶礼准提菩萨，等于一下顶礼7000万尊佛。所以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家护，我们这样来称赞礼拜。所以那我们一切可以满愿，那么萨多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陀唵哲利主利主利娑婆，前面就是礼请准提菩萨，代表7000尊佛，唵哲利主利主利娑婆诃，这种佛菩萨的大圆满菩提心能够升起，就是要觉醒而产生了大悲的行动，满众生愿，就这意思了。所以简单的说，准提咒是以大菩提心、大慈悲的恨愿，准提菩萨的7000尊佛的功德来加持，来满众生愿，唵哲利主利主利娑婆诃。所以我们长咒念3遍，然后大家短咒念108遍，好不好啊？让这个雨啊，天，所以一下雨的时候，有水的时候，也会念准提满愿咒，然后呢，让大家水都变成功德，变成财宝，变成力量。那打手印各位都会啦，如果你愿意打，里面2只放里面啊，中间，然后呢食指，然后拇指压在上面，然后这叫准提手印。那当然现在各位有一个镜子，那因为你没有桌子，一般是镜子就放在你前面啊，那现在你带着镜子就对了，有这个准提镜，然后我们来修这个准提法，一起念来。起手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7句之，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家护，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婆诃，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婆诃，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喃大智塔唵哲利主利准提娑婆诃。然后我们各念108遍，好不好？如果有念珠的拿出来，无论如何请一条念珠，好不好？问一下身上没这个108条念珠的举手，明天我请来送给你们，或是居士你赶快请来，你一定要有所以能够。事实上这个念珠老实说了，像我要出门到底要东边还西边，那我没办法，我就念一念准提菩萨，念观音菩萨，然后就不动，它就会转。哦，原来是右边 ，OK。
那事实上准提法也有这个啦，准提法是你打坐的时候坐在那边，然后呢你不知道是东还是好，西好是好，然后你看你身体怎么摇动了，当你念完108遍他身体会动，不是当机呢啊，然后他碰了这个摇动就知道说哦是这样还是你是左右是好还是前后，你自己发愿，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脉动气动，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准提咒还可以修到耳报法。什么叫耳报？我就认识一个老和尚，他有这个耳报法，你告诉他什么病，他马上告诉你用什么药可以医，而且100%。后来我说老和尚你研究这个，他说不是，他有修耳报法，就是说准提菩萨的加持过去是修了，虽然这个老和尚现在是南传的老和尚，但是他过去是修这个功德的，所以对方还没有来他就知道谁会来什么病这样。所以然后呢如果没听过的病，然后护法马上跟他说他要用什么药什么药什么树叶他就会好，就是这样，这个叫准提耳报法。那当然各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得到，要有福报，那你一次按照这个戒定慧的次第功德圆满啊，真是有出离心啊，有这个空性大悲心啊，然后呢那你就会得到这种感应，就像修文殊菩萨看到文殊菩萨来跟他说法，像中国巴大师任何的疑惑他就修法，中国巴文殊菩萨就来跟他告诉他怎么办。阿底峡尊者碰到困难就祈请利度母菩萨，嗡达雷度达雷度雷说哈，利度母就现前告诉他如何利益众生啊。这个就是每个人如果你到一个虔诚的阶段念阿弥陀佛，可以念到波州三昧，阿弥陀佛现前给你说法，对不对？那对你来讲阿弥陀佛是永远真实存在的，那这样以后我们人生就没有迷惑。特别你要度众生，那度众生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虽然我们有好心，那佛菩萨给你一条最方便的路，知道怎么做怎么做。那特别准提菩萨最容易有感应，所以哪一天希望大家修成功了告诉我们，我们都问你生病怎么医啊，那你不是很有功德了吗？啊，这不分在家出家，但是基本上各位一定要受菩萨戒，要发菩提心啊，为众生，那你这样才符合大乘的修行啊。特别主王仁波切说最好多念21遍，因为可能我们前面念的少了一个字啊，或是如何如何啊，少了一个观想啊，所以你后面多念几遍就给它补得更圆满啊。那修准提咒真的是满愿啊，你希望外表很庄严，你希望你很有领导能力，你希望你人缘很好，那你洗澡的时候用7杯水念完准提咒21遍，拿这个水来冲身体，哇，你的外表很庄严啊，令众生呢看到你外表就被你影响啊，而且影响是好的，好像看到准提菩萨一样。所以各位希望你的声音好，希望你的外表好，希望你世间就像变魔术一样啊，点石成金这样。那修准提法就是要满众生愿嘛，啊，所以希望所有众生他心想都事成。嗡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那当然这一本准提法门手册，各位如果你等一下先拿回家，可以把它看一看，哦，他到底该怎么做？但是你一定要修到有感应，代表你已经。但是修到有感应呢，代表你过去世的因缘跟现在的发心正确。等于频道调对了，你跟准提菩萨的心态调对了，那你念起来那就感应不一样，很容易满愿。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然后他如何能够快速满足他利益众生，就像一个医生都希望来看我的病人进来生病出去都很健康，对不对？他这样他做医生很快乐，那当然他就有这个正确的发心去做，然后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啊，所以你念咒就得到这个佛的力量加持，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会放光，因为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佛光啊，然后去帮助众生。那这样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很有意义。但是你要如何达到这样？就是你要持戒跟发心要正确啊，正知正见的持戒，发起真实无所求，不为求名闻利养的菩提心，而不是说我念咒就念到很感应啊，念一遍收1000块美金。人家当然也好啊，你要是给你1000块，我可以赚10万块，他当然好。问题上你就伤害到佛教了，啊，变成邪知邪见，变成动机不对，所以不能把殊胜的佛法
还享受名望、地位、金钱、收入，不然以后很难看的。啊，就像台湾摸骨很准，他眼睛都会瞎掉啊，他就会绝后，因为他得到的金钱、得到的现实的利益，他就断了自己的福报。所以在这一点，佛法的动机一定要正确啊，正确，不能有所求啊，帮人家算命要钱，算到自己没命啊。所以虽然你有一点小神通，为名为利，最后你就变成魔死魔孙，这些都不好的。所以准提咒，只要你动机正确，而升起一个利他的悲心，那你经常也要练习这个戒定慧啊，禅修三业相应，那这样去观修，那你就变成准提菩萨的身口意去利益众生。所以佛教里面不是做挡机啊，佛教里面是众生皆有准提菩萨的佛性啊，佛性是有的，只是透过外在的准提菩萨开发你内在的准提菩萨圆满而已啊。所以念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功德力去利益众生，这个是一种很自然的、很智慧的、很稳定的。但是如果世间人没修，行没挖进，叫做鬼神来了，因为他没办法，他知道把你压下去，对不对？但是那个这样威仪不好。如果海涛法师光个什么翁牙来啊，哎，不好看，连个 key 档呢，啊，那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也代表有神明在你身体。但是佛教不是，佛教的修行呢，是不是光外表，而是身口意完全，啊，那佛教的苦行，那是因为能够被侮辱，这个是苦行，啊，能够受苦，而不是一定要拿刀拿枪砍在你身上。当然世间是这样可以吸引众生，但是佛教呢，是你可以修到超越地水火风啊，入水不淹，入火不烧，因为那是你的修行嘛。那这个才是长长远远的一个方法，也希望各个都能够提升啊。好，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在研法师的神器宝贝，我们神器宝贝呢，继续我们要请师父来为我们介绍什么法器。一般我们藏传里面有很多的法器啊，会供在坛城里面，那我来介绍给各位知道哈。好，一般上次我们介绍了很多的金刚杵，还有灵杵，是。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啊，右旋的海螺，海螺，右旋的海螺代表佛在说法。因为佛在讲话的时候啊，声音洪亮，有如大海的法螺的声音啊，代表法音，所以一定要供法螺在你的坛城里面，代表以后你说法有如佛陀一样，然后弘震四方，然后啊广摄一切众生哦，这叫法螺，右旋的法螺。右旋。对。那师父，这个跟一般的贝壳有什么不一样？一般的贝壳不一样，一般的贝壳有时候是左旋的比较多，右旋的比较少，所以一定要供右旋的法螺，像佛陀的头发一样，右旋的，是。所以你去海边的时候要捡贝壳，要看一下是右旋还是左旋。
那如果比较珍贵，那如果说有在一般海边捡到，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把它弄干净之后就可以了。当自己的法器，对 对, 對，赶快去海边寻找，加持一下。还有就是继续藏传的佛教的嘎乌，嘎乌，嘎乌有很多很多种，然后这是最普遍的哦。嗯，像一般我们讲说泰国他们会供佛牌一样的意思，所以里面有佛像，有舍利子。有甘露丸都可以放在里面啊，然后这个可以镇宅、祈福啊、辟邪，还有可以修本尊，都可以放把你的本尊放里面去修行哦。那师傅，嘎乌就是一个盒子吗？对，一个盒子，然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宝贝。对，宝贝，舍利子啊，甘露丸啊，还有这些加持过的圣物都可以放里面。那如果里面没有放一些宝物的话，它本身是有加持的吗？也是有加持，因为你常练念经持咒还是有加持，还是有加持。一般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放里面。是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小盒子，在集合这些宝物的一个小盒子。对，然后本身就可以是一个法器。对，好。还有就是念珠，念珠，念珠很重要的。这个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对，念珠，一般的念珠很多材质的，像水晶材质，这是菩提子，是一般讲说菩提子的念珠，一般用108颗代表，消除108种烦恼。那菩提子的念珠来念的话，那个功德是很大很大的。主念珠功德经里面有讲到菩提子的念珠，那一般看你修什么本尊，它也代表像我们修千手观音，要用木头的材质去修。有的是用四臂观音的话，用水晶珠。那很多人拿什么人骨念珠，人骨用人的头戴骨去做了念珠，去修法那个更灵验所以叫念珠是一种法器。那一般也会拿这个念珠去加持需要加持的人。这个念珠是每天要戴在身上的，像我们这边每天要绑在身上的，但提醒你要念佛，要持咒加持众生不间断，这个意思哦，降伏烦恼不间断。对。那师傅，我们一般这样的算不算念珠呢？一般比较不好，比较不算，108颗比较好一点。哦，是，對對對，好，那就是自己挑自己喜欢的材质。好，主要是还是要念。对，要念。所以念珠是法器哦。对。哦，好，继续。还有一般修本尊的一个骰子，叫吉祥天母的骰子，这也是一种法器这是修吉祥天母来占卜的。因为这个骰子跟一般的骰子不一样，它的里面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是要拿一般人家来玩那个赌博的骰子来用是不行的哈，要专门特制过，是要修到吉祥天母加持之后，然后修到会动，会动着就可以替人家占卜了就是骰子，这是一种法器。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金刚杵不能拿，这个可以拿吗？这个可以拿，这个可以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这个是要拿来值完之后，把那个上师会帮你解谱。哦，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一般的骰子可以当成占卜的法器。哦，那其实我们看起来真的是跟一般的那个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师傅，你刚刚说的这个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不一样的点就是一般可能外面的骰子是一。后面会对六，但是它一是对五的，所以顺序就全部打乱了。哦，它不会跟外面的是一模一样，不是的。大家可以去买一下一般的骰子，看看是不是对应的那个点数是不一样的。点一的后面是要六，是一般的，那这是五，就对，它是一不一样的，然后对应另外一面是五，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特制的，要来那个占卜用的。好，谢谢师傅。还有就是转经轮，转经轮这也比较常容易看到的。我们不单老人家没事的时候就拿一只转经轮一直转，这也是。但是如果有一个上师讲说，如果你的转经轮专修了，也不能拿给人家碰。但是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们请教是要把功德给对方，所以我们。太荣幸了，我今天可以转到它材质不同，材质不一样，是，对，有，那里面是装金，里面装上不一样，像我这次是大白伞盖，里面是这个是 Om Mani Padme Hum 观心阁的心咒，所以里面有好几亿的心咒在里面。如果装上是一亿遍，你转一圈就念了一亿遍的心咒的功德。然后也可以观修所有的恶业都吸进来，所有的善业转的功德都回向给对方，所以这种是
持咒最快的方法，诵经最快的方法，用转经轮。所以为什么很多老菩萨，那些不丹的老菩萨，每天在寺庙里面，很多人拿个转经轮一直转，希望啊累积这个善业功德。因为很多人老人家没有气力转，没有气力去诵经啊，他用这个去转动，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我们这边还有电动转经轮，在家里的话插着就帮你每天做功德，同样有功德，一样的意思。是，还有一般不单会挂很多的金旗，也是一样，那属于一种都是一种法器啊，诵经的法器哦。好，所以这个可以参考啊，每天可以摇动，消除业障。所以这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功德，大家真的要把握。你看转一圈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很容易哈。好，这个转经轮，好，谢谢。还有这是佛塔，佛塔噶当塔，噶当塔代表你很多上师要出远门的时候，会把塔抬到塔，代表佛心要带在身上，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去的时候要带很多法器啊，就是西藏啦、钵啦、还有噶当塔，还有佛像，这个是每天必备要出远门的这个一定要带的，所以噶当塔代表佛心啊，要带在身上，要加持。然后啊，如果有空的也可以自己绕塔啊、自己绕塔，绕塔的功德也很多啊、很多，希望大家也可以努力做。是，所以一般出游哦，我们都是衣服啦，然后盥洗用品啦，那师傅他们带的是法器，是。还有呢，大概这样。哦，大概这样。好。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
接下来请收看晚课。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诸法心如是，心如空花，是能化诸世界，不因系众生无法而不着。如心佛意而入佛众生，然因知佛于心即心皆无尽。若人知心，心不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是心，心不住一生，生亦不住心，而能作佛是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果，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持。受喷染尽心地无尽佛藏道此尊南方世界永祥云祥雨花雨即花雨暴雨暴雨无数中微相微锐变庄严天然文法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之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所知善因缘真样地藏真功德此因即三世救众生手中金锡睁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引力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神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道理全通神通遍地一如是我闻以是佛在道立天为某说法而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齐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我作二十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要发各千世者闻讯世尊世世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有诸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罗蜜是波罗蜜赞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赞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音悉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入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弥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及到道立天宫所谓是天王天道立天虚言摩天
都率脱天化了天，他化自在天，凡中天，凡佛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金天，无量金天，遍尽天，佛身天，佛爱天，光国天，无相天，无梵天，无热天，善现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受罗天，乃至非相，非非相，诸天一切天中，龙中归身等中，悉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庙家神、周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时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即回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他归王，所谓耳目归王，感谢归王，但经济归王，但台湾归王，行兵归王，舍度归王，慈心归王，福利归王，大爱经归王，如是等归王，皆来即回。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悉天龙归生此世界，他世界是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即回到，他立天者如是说佛文殊师利白佛云：世尊，若以我身离千劫色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有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求愿皆来，以度当度，为度以成就当成就，为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就修善根，证无碍之闻佛所言，即当心所效果声闻天龙八部，即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闻如来真实之语，彼怀疑惑，舍是定受为灭性般，为愿世尊光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恨，离何缘，何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到马诸为善事，为成一我一说，作一合合，一僧合沙，一沙一劫，一劫之内，一成一劫，一劫之内，所记成书经中未解，地藏菩萨真是地国为一来，千倍多于上于何光，地藏菩萨在声闻彼之佛地文殊师利，此菩萨为身是缘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才华各路，所起心想，使人当得快翻身于三世三界，永不堕二道。闻说是地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现身为大丈者子，时时有佛号曰世子，分寻具足万恒如来十丈者子，
见佛相好，见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恨缘而得此相，是世子分寻具足万腾，如来高丈者子欲证此身，当须求愿度脱一切受苦众生。闻说是利是丈者子因发愿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大有大不可说劫，尚未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佛号曰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想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诸佛身头中所行具行诸作哇，诸天为护其魔心邪，常行三宝时时圣女广设方便，全有其魔灵身正见，而此女魔为全身心不救命中魂身，躲在无间地狱，是婆罗门女之魔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随卖家宅广求香华，及诸工具以现佛塔寺大行供养，坚决华顶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为容，端严必备是婆罗门女，站立尊荣悲身敬仰，四字念也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摩斯欧当来问佛，彼之处所是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其者神女，我之悲哀，我今是如魔之去处。婆罗门女而长相空，而白口曰：是何神的观我有离，我自是魔以来，昼夜一连无处可闻，至目生皆是空中有神，在宝女夜我是如所站立着，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坚若一木被于长青众生之本，独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语俱生自不知，皆皆孙左右扶持两袖方书，而白空曰：愿佛赐名诉说我魔神界，我今生心将死不求，是觉华顶自在王如来，高声女也如供养地坛草反射，端坐四位我之名号，即当子母所生居住是婆罗门女，寻礼佛以其归其舍，以礼木骨端坐念觉华顶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一海边，其水涌飞多出而手，今复贴身飞坐海上，恭喜之主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而手，正去是但有见夜叉，其心各疑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离人若见去足，罪人失禁而手扶自破绝，头足相救，其心万类不堪救，世是婆罗门女，一念佛离国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度，其手来应白
来生你也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你问归王曰：此时何处？无度大业，此时大天为山西灭地中二神。你问曰：我问铁为之内，地狱在中世时，是否无度大业，时有地狱神？你问曰：我今云何得道于所无度大业？若非为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世中不能到神。你又问：此水何源而来？用非多助罪人，即以而受无度大业。此时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思之者，今世十九日后无人即是为作功德，就把苦难生死有无善意，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现独自海海东十万有寻悠悠一海，其国北是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国福北三也而已，之所召干公号也海，其出是也神女又问鬼王无度也，地狱何在？无度大约上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个各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度，两次有千百亿无量苦身。你又问大鬼王曰：我末世来为救，不知恨神当知何去？鬼王问神你曰：菩萨之末在生息和长夜时，你断曰：我末邪见即毁三宝，舍我真心悬游不尽，是水日前为之神主所度大业。菩萨之末心是何等深？你当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富豪是罗山县，蒙号曰地利五度合掌。其菩萨曰：愿生者却返本初，无知有一辈莲月地利罪女生天以来，仅仅三日云成孝顺，此子为母舍公修福，不是却花定自在王如来，他是非为菩萨之末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即日喜得受了具同生。其鬼王眼闭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心如梦归，无此事一便于却花定自在王如来，他乡之间离红是远远，我今未来皆因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施礼解脱，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度者，当今才受菩萨是婆罗门女，这即地藏菩萨是本身即为平地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记载道理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可以方便于诸得解脱，从业到处这一个有千万亿，哪有他数供之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登悲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救援皆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一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各获果证，
其知道理心怀踊跃瞻仰如来摩婆瞻舍二世世尊数金色毗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而作是言无以无作而是教化如是刚强众生灵心调伏摄邪鬼真实有一而上而息在我一分身千百亿光色方便或有力根闻即心受或有善果清泉成就或有安顿就化方归或有业中不生敬仰若是等悲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仙男子身或仙女人身或仙天龙身或仙神鬼身或仙